The Philippine Anhai Club Incorporated hosted a farewell dinner for the hometown delegation. 菲律宾安海公会、菲律宾安海商会举行惜别晚会，欢送家乡庆贺团嘉宾。菲律宾安海公会、菲律宾安海商会于2024年4月15号晚上7时，假作福华利海鲜酒家举行惜别晚会，欢送家乡政府庆贺团的嘉宾们，其中包括庆贺团团长安海侨联副主席蔡润泽、安海侨联副主席游祖勇、安海侨联常委陈松年、安海侨联秘书长肖小俊、新界理事长蔡长表在宴会上致辞。他表示，该会在世纪海鲜酒家圆满举行了新界职员就职典礼，家乡政府庆贺团嘉宾的出席为就职典礼增添了无限的光彩和热闹的气氛，希望通过庆贺团转达全体菲律宾安海人对家乡人民的祝福，但愿美丽的安海繁荣进步，人民富裕安康。惜别晚会由秘书长王学义主持，期间乡亲们一边谈笑风生，一边纷纷上台大展歌喉，晚会在一片依依不舍和温馨的气氛中进行。出席晚会的该会主要领导包括新界理事长蔡长表、名誉理事长黄培英、洪丽丽、蔡新华、陈百才、秘书长严应强等。非中新闻台综合报道。